前方片段有点脑残，请见谅。现在时间，5:09。对了，我今天要去绿岛。Oh my god！怎么那么乱？赶快整理，快快快！看我的 ，boom！哇哦，整理干净了，走。今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苦涩，一点点改，不是会改变吗？好吧，进入正题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晕死了 ！Oh my god！ 千万不要在船上用手机 ！Oh my god！ 真的太痛苦今天住宿地方，烤肉啦！1小时半，只要250哦。来绿岛一定要吃哦。你知道我爱着大海。仅次于爱你，将生命终结在海里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我会在大海的最深最深处，给你我最深最深的爱。我会